行人在午夜的时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彦允。我在4月21日发行了我的新专辑，叫做《极月世界》。然后呢，我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梦中情人》，所以今天我要来找寻我的梦中情人。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，因为我比较是一个结实的人，我希望我的那个梦中情人他也是身材匀称、骨感的女生。明天呢，我会再公布我的第二个条件，请大家敬请锁定。